叫做 Hengi Falls， Hengi 的瀑布，哇，是冰岛第三高的哟，你看看。120公尺哦，来各看一遍，120公尺，各看一遍，120公尺，你画三遍，一个360公尺 ，OK， 再来，你看哎，边个东西？这个叫什么？玄武岩是不是？火山喷发，你看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的那个岩浆这样叠上去哦，岩浆叫做 lava， 岩浆叫做 lava， repeat after me， 岩浆 lava， 一层一层，哇！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蛋糕啊啊！哦，巧克力千层蛋糕，你个看一遍，你个看一遍，哎呦，大家进来看手边上，好一遍的恐怖，我恐龙中看，哇，旁边都是碎石坡，恐怖的碎石坡，再看一次哦，120公尺，不过今天有个倒霉的，哎，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哇，那个人很神勇哎，那个人跑到对面去了，真是厉害呀、啊！来，再转过来看，再转过来看，呜呜呜呜，水就从这边流出去，呀，一直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Landis 哦，啊，来，各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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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冰岛第三高120公尺的大瀑布，啊，来，看这边，各看这边，各看这边，还有来。